昨天呢，8:14的时刻，做出了一个梦啊。这个我就不记得了啊，不记得了啊。我看到那个，天上一个大神，看跳下来了啊，跳下来了啊，大神，跳下来了，天上跳下来一个大神呢，要配合我做事情，要配合我做事情啊。如果他在天上的话，不跳下来的话，不跳下来的话，那就我们之间就基本上。没啥关系，或者说可以说他在高位，我在低处啊，也可以说他在高处的是我的老板啊，在高位啊，因为我在低位嘛，层次上来说他的层次高嘛。爸跳下来以后协助我的时候，他就是我的助手啊，身份就变了啊，他是我的助手啊，听我的，听我的，所以呢，接下来一段时间。会天上放下来一些助手啊，放下来一些啊，天上的下来一些啊，做我的助手啊，赶紧把那个社会，这些搞好啊，让他们做我的助手啊，所以呢，他天上会下来，下来的时候，会帮我啊，接近的办法呢，就是按照我想要做的事情，他们动手去做啊，他们动手去做啊，意念沟通。你想看到哪个问题出在，哪个身上？意念告诉他们，是谁呀、啊？现在要赶紧把它解决了，不解决的要出大事了啊！然后他们去啊，因为他们根据我，我的那个信息啊，他们就分析下来啊，我没有说我的信息当中没有什么要。报私仇什么之类的啊，不会是为了这种事情，去让人家受冤啊、我讲的都是大事情的啊，让整个社会要向善啊，是这样的情况，只知道我一年当中不会为了个人的什么利益来叫他们去啊、一看就是大事情，一看就是大事情，所以后面我一直会他们就去干，一直会就是干啊，是这样的啊，是这样的啊，这样的，而且呢，他们也反复跟我讲啊，现在权力交给我了以后，要用哦，而不要像以前给了我好多电子废铁，给到我一个也没用，都浪费掉了，要大胆的用啊，以前呢，我觉得胆子不够大，既然他们在下决定的话，我就不掺和了啊。现在就是发现这个社会已经就这么一两年过来，又是堕落了很多啊，所以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啊。所以他们也知道这个啊，所以让我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啊，不能像以前拿着电子费的一概没去用啊。出手了两级，好，我知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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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。去对付谁？好，知道了。再见。再见。